们给大家一个机会，就是要让你们重新的配对，跟你继续接下来在这个要继续合作的对象是。这作品我们有请到四位非常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帮大家做一些排序，我们直接序前两名，因为我们之后会入到专辑里面，就是两首歌。第一顺位是哲言跟皮衣的海瓜子，加油，海瓜子，加油，我们先上，客气来。Give me one more try， 灰姑娘的世界好精彩，期待的爱，要不要来 ？Give me one more try， give me one more time， 回荡的天并不再明白，期待的爱，要不要来？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，就是要让你们重新的配对。选择合作模吧，对，我是会有点压力，对，怕自己落单吗？会怕，我能不能一个人去接受这个功课，这是我比较担心的。那我希望大家现在把前五名排序再来一次，可以吗？好，前五。我觉得合作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。我现在手上有各位就是合作伙伴交换成功的结果，那我们来一直抽。所以跟哲言交换成功的对象是，请出场。哦，你好，不熟了，你好。好的，那最后这一组呢，我们先请兜兜出来。兜兜，究竟他要坐在谁旁边呢？我觉得超级残酷的，就是有一个人，毕竟第一次是子毅，然后我有点担心他可能会再面临第二次落单。跟你继续接下来在这个要继续合作的对象是邮箱。我第一个反应还是觉得有点累，然后也是压力蛮大的，因为我才刚刚就是赶完一首。